结婚证书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我是你的老婆，所以你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。嗯，瑶，现在你会顶嘴嘞。好的，那么我正式宣布，你们成为丈夫和妻子，你可以亲吻新娘了。陈信怡小姐，我必须很遗憾的先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讯息，那就是关于这件离婚官司呢，赡养费这个部分你是一毛钱都拿不到的。本来就没要拿赡养费。好，另外呢，关于你在两年之内完全没有尽到任何妻子应尽的义务这个部分，由于我们季社长啊，他真的非常的伤心，所以他决定要对你提出天价的求偿。什么？求偿？没错，那关于求偿的这个数目 ，Oh my God， 我也只能说，真是个天价。不好意思，我再提醒你一遍，你知道求偿的内容，我只是，那这个怎么样？求偿的内容你要不要自己看，还是由我来宣布呢？我看你就自己看好了啦。你帮我宣布吧。我宣布就我宣布。不好意思，麻烦请你等我一下。抛弃羞耻心，抛弃羞耻心，抛弃羞耻心。甲方季纯心，乙方陈心怡，订定求偿内容如下：一、吵架的话，乙方要先道歉；二、甲方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乙方要挑眼我安慰甲方；三、甲乙双方以后绝对不可以随便说离婚；四、乙方要永远发自内心的喜欢甲方；五、每天早上打过一顿。每天早上，乙方要给甲方揪一下，以上。陈心怡，但我是总叔啊，我被生下来就有传宗接代这个功能吗？爱呢？关怀呢？幸福的生活呢？这些我都不能拥有吗？你不是要跟我离婚？离婚嘞！我原本以为你只是单纯，没想到你是单纯嘞，而且蠢得可怕哦。可是你们季家九代单纯，季家都已经传了九代了，可是全世界只有你一个陈心怡。陈曦的电话哭了半天，我马上啊就从上海赶回来了。心怡，你要知道，奶奶是真的好喜欢好喜欢你这个孙媳妇。奶奶，可是我，哎呦，现在的医学科学这么发达，如果要传宗接代的话，那很多方法都可以用啊。我了。我肚皮可以出界了，谢谢你真是好人，谢谢你们都是好人。陈心怡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交代？两年前你以为我不要纪念品，就自己哭得半死跑去上海。两年后，你以为我只要会生小孩的老婆，还是自己一个人哭得半死把我推开？结婚证书上面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你是我老婆哎，这种事是不是应该跟老公一起商量？认不认错？认错还不算怪我身边，道格拉斯牧师是一秒计费的。
老板，哎，你不是律师吗？我是律师啊，不过呢，我在神学院毕业之后才自我进修成为律师的，在神的带领之下进入了以秒计费的康庄大道。不过你放心，因为这个季社长啊是我多年的客户，所以啊这算网内价，计时开始。怎么样？哎，昨天呢、啊，季社长跑到我办公室来的时候，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，臭着一张脸。结果原来是要修改这个离婚协议书，好给你一个 surprise 啊！啊！对了。可是我，哎呀，到底是你个口试啥？你今晚提呀是要半杯哦？一坑位啦，坑位啦！我跟你讲，人季春熙哦，知影你未生，人伊安那讲，你知无？帮我带一句话给春熙。请问他是白痴吗？就算他是白痴，我也要娶她。有听到无啊？人哟，你是白痴，人嘛要娶你嘞。我跟你讲啊，人尊师的吼是真心哦，是爱你的啦。你若无要嫁伊吼，我跟你讲，你就不要给我回江湖岛儿吼，我就保你这查某囝啦吼。你就你要越演越好，越演越好吼，我不要你这女儿。去。而且陈心怡，你真的很笨哎，你现在啊，赶快回到季春熙的身边哦。嘿啦，你就答应他啦，这种好男人不多了，只比我们家七七有差一点点，你要好好的把握啦。还有啦。我的肚皮哦，可以借你，不要忘了，很大啦。来，一看。你要干嘛？抢新娘。妈，你干了？开玩笑。很难笑。慢点。依然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。和你的相遇，让我知道什么叫缘分。在我们的一生之中会遇到很多人，而谁才是你的另一半，其实一切早已命中注定。我自认对你已经用100分的努力，但是爱情还是不能勉强。今生你注定了就是要和季存希在一起，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便利贴了。不要再因为害怕而逃避闪躲，不要错过上天对你做最好的安排。看他，这个男人愿意为了你挑战九代单传的命运，你是不是也应该跟他一起努力呢？这一刻，该是便利贴女孩决定她自己命运的时候。陈心怡，做我的妻子，做我的妻子。从今天开始，不论是好是坏，是贫是富。今天开始，不论是好是坏，是贫是富。生病中或健康时，都相爱相依。生病中或健康时，都相爱相依，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为止。
直到死亡这样我们分开为止。